念一人茫茫茫，享受孤单，想着彼个人。啊哈，深夜来的酒馆，灯光昏暗，却温暖心房。阮只是一个孤单的人，啊、用酒来治疗无力的脚。你是倒位来住宿？定位妖魔鬼怪是针对你来，不是我，是因为阮阿爸，我伊妈有献身给我，我看到过去，我才知影，五年前阮阿爸在恁家的土地也是信仰，不是黑毒药，是受到观音妈指示，也信仰可惜。不怪观音妈，才会选择迄个所在冰桥，镇守蠓地，唔肯离开。就安尼讲起来，咱昨暝真正看到是邪灵，手底阿爸正经野性妖毒邪灵，所以邪灵即马要来找你报仇啊！代志是我引起的，我应该离开才对，才袂连累到你。你真正是足无路用的呢，有我村保护你哦，你放心。啊？你保护我？你周日拢会念经祷拜，你要保护我？迄只鬼是毋是邪灵？还袂当确定。咱先莫有备用。你若是即马就离开，会去人误会你是毋敢接受挑战。好，今日是我头一日就讲，我得认真拍拼，将五百斤的米卖掉。这米交予你啊。秋蝶，你搬遐尼侪米创啥？当然是卖米啊！我干那七天的时间，一天拢袂当浪费。啊，不过这一袋有五十斤，你只超过五百斤了呢！你真正当作阮家的米遐尼好卖哦？神灵自有妙计。我听你咧唱歌咧。你敢知你敢唔去听呢？知影听，咁紧讲，佮底下你神神秘秘。你有要紧无？勿紧啦。是安尼啦，我常常甲阮西四界走，啊，知影山顶有一挂西大人，啊，恁也知影，西大人行动拢无方便嘞，因落山买米，爬山就写扛米，实在是真辛苦。所以你打算要甲米扛去卖给因，安尼就免遐尼辛苦，落山来买米也对无？也是玉山小姐巧，啊，无三是有个人哦。敢若咧偷包啦，啊偷个咧，唔知咧底啥，规工也知影包人个头。你是咧强吧？你这想法真好，啊，不过扛起个米，若是无卖煞，唔多挂扛倒落来，安尼敢袂伤忝？第一，我从来唔捌惊跳，俗语咧讲，惊小跳，卖惊入去走卡。第二，做生意本来就有风险，加上才有机会成功。啊！你从啥？我交代伊给你斗三工，当然嘛是对你去卖米啊。这个石头是真辛苦啦，啊！看好，这石头不是查某囡仔做出来。安怎？你看袂起查某人，你袂记你我的骨啊足大呀！
一抓会当卖五袋米，五袋米就是250斤。啊，你这名字哦，就当完成任务呢。行，咱来去卖米咯。接受考验的人是我呢。啊，我咧吃米粉，你咧发烧药啦。俺们给他打杀进来。啊！哦！啊这边啊，这米哦，你差不多会当吃三个月了。啊，到时阵我再来。哦，我弄老啊，拢行袂叮当啊。好佳哉，有恁这少年家来跟斗三工，真是非常的多谢呢。没啦，没啦。我看阿金的脚是受伤啊。前两天无洗衣，跌倒，即摆行路无偌方便。安尼是毋是就无法度煮饭啊？啊，我知影啦，过去哦，我来煮，而且是免钱的哟。安尼真好。嗯。好意思。哦，这阿春不但水，够贤惠哦。无来无去咧笑啥？拄只咧卖米的时阵，你伫大家面头前胡乱讲，我足贤惠。你讲的，可是真实的啊？迄丢面话咧，你当作真诶哦？你倒来！你这个乌巴母哩啊！你要拍狗嘛爱看主人，我偷偷的徒弟啊，你啊敢起脚动手？嗯，使，安怎食？哦，我啦，我想要去山顶哦，乌旱季啊，啊对只过，好你家在是我出手来斗三工嘞，无这声哦，迄乌巴母这群嘞木话哦，你无死嘛半条命啊！使，唔是啊，我来讲，你叫阿春啊，是会煮饭的查某囡啊，为我照顾我呢，伊袂真正甲我怕啦，对吧？阿春，你讲对吧？伊是阮婿啊，较笑的。唔对，你讲拢对。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倒啦。哎，对，就对啊。啊，你个米卖了安怎？啊，嗯，卖五斤对无？唔是，明仔吼500斤也就卖了。500斤，明仔载都卖了去啊！我敢有这憨？明仔载哦，手提着当完成任务，这代表伊的能力真好。你这做师，唔是应该感觉真强哦？我跟你讲啦，啊，再起来！是安尼啦，阿公师哦，就喊我小叔啊，我若伫七天以内将500斤的米拢啊卖掉吼，就要将阮家全部咸鸡拢啊吃了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收到，安尼哦，就是你的唔对啊！人讲哦，爱尊重师，你哪会安尼对待人拢老花啊？阿春啊，姑娘，不但人生了水，个性阁温柔体贴。来，这个唔是讲人好巴布，只不过变温柔体贴。嗯，阿春，好啦。你讲爱尊重师，啊无你讲我要安怎做才好？我哦是无反对恁两个人相处啊，啊不过我有小小的建议。怎么建议？你讲。那是手店下当伫咧七天内底卖完500斤的米，安尼师你就唔免食香姜啊。啊不过那是你无法度卖完，师哦你就要甲全部香姜拢食了了。你这个建议真好，阿春姑娘哦，真正反应紧，独得人疼的。哎呦，师爷，我甲手着足忝的。我你拖。不啦，安尼来着。啊，恁两个少年人较有气力，啊，我才侪岁啊，我无气力，我唔。唔是啊，你若是要甲秋弟斗三工，秋弟是要安怎卖米啊？哦，
我知啊，三下你较想要食咸姜啊，对不？好啦，拖就拖啦，哼。又出现啊！我看我还是别跟他们叫了。别想啥，柯教授，你莫袂记哩，你是有刻苦命的人，你无追求享福的权利。观音妈真灵性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，哪会有遐尼多人来拜拜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阿爸，阿爸，我伫放地看到遐足侪人咧拜观音的。阿爸，阿爸，啊，这位是？孙兰，阿爸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灵性大师。你就是当年在帮地做法的灵霞大师，这是冰岛。阿爸，我真好奇呢，啊，当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要请灵霞大师做法，将迄块土地变作是无人敢行入去帮地啊？你若讲在世之前，伊非常诚意阿姐，这块地伊原本就是一块风水宝地，阿爸真介意，所以阿公要死之前。我甲伊讲过，所有的财产我拢不爱挃，我只要要这块地就好啊。世事不公，地可甘愿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过来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恁老爸甲这块风水宝地留予恁小弟，你心内真不甘愿。你是安怎知影这件代志？你免紧张，我是来甲你斗相共的。阮阿爸已经死啊，死的时阵将这块地归予我的小弟，这是已经无度改变的事实。你是要哪甲斗相共？因都叫做灵霞大师，专门替人看风水地理，做法解运。我在调，或者这风水宝地变作死亡之地。在土地进行下属，不用下令，你想怎变安尼做啊？当然是替因阿爸出一口气，我才无相信。
阮甲你非亲非故啊，你会这么好心甲阮斗相共？你安尼甲大叔讲话，大叔真歹势，其他人讲话较直，请你无见怪。柯老板，小可代志，莫放咧心肝内。是讲大叔今仔日来找我，有啥物指教？平都有代志要请柯老板斗相共。只要我有法度甲你斗相共的，大叔你一句话，我一定尽心尽力替你服务。啊，不过时机还袂到。时机若到，平都会过来拜访柯老板。那呢，多谢柯老板，平都先过去。大叔顺行。阿爸，这林祥大叔这么邪气，这看到不是好人啊！我感觉哦，那是离较远的啦，较免发生什么代志哦，叫伊牵连着。原因，世间上遐济修行的所在你唔去，偏偏走来叫我搞乞笑，阿哩。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阿姨，你唔出来，你哪唔出来？把棍修理出，滚！你想让小白吗？你讲遐，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怪妈的法力无边，你想要破坏伊的修行，无遐尼简单。怪伊嘛，我是来找你算的。唔是来看你变狗人诶！我咧唔相信，是家你咁偏心。天堂有路你唔去，今嘛我来送你上西天。阿春啊，夫人，啊小姐人呢？小姐已去忙地啊，应该等下就回来啊。是啊，已去忙地。阿爸，伊若拄到危险，要安怎？夫人，你放心啦，房地哦，即马有关妈咧顶手，谢你唔到白来。小姐，伊要去房地，多谢关妈救命之恩，关妈一点保庇，袂危险啦。真是，安尼我就较放心嘛。夫人，你予手弟条件，伊做袂到对无？唔是啦，已经完成啊。哈？夫人，这是我卖米全部的收入，我拢总卖625斤的米。夫人，既然手弟完成任务，你是不是应该讲话算话，互伊做长工啊？我咧卖假米的时阵吼，我予因遐是大人偌欢喜呢，因为以后唔免落山去买米，遮尼辛苦啊。夫人，这唔那是咱日后固定的收入，搁较是咧做善事，迄袂当停止哦。好，我答应你入来，阮靠家做长工，也毋过你要认真做工课。多谢夫人。想袂到，你也偷个遐尔好，竟然想到这招，天道呢你！你敢会当较细腻的一点啊？嗯。其实我感谢你啦，若不是你甲饭煮到这么棒，我的米嘛袂卖到这么好。那是因为阮家的米哦，本来就真香，安怎煮，安怎好食。嗯。
记得恁家的米这么香，咱大姐所在叫做德腾，过去咱把这米合作德腾汤米，你看安怎？哎呀，未歹哦，这名爽够啦，好听阁好记。等下我去甲胡林参详者，甲咱的米合作德腾汤米。小姐，你是安怎？你拄则是看到啥？夏玲这大天，小白夏玲王的法器，就伫个树敌的身躯顶。一只鬼，一只赤头毛，一只大哥，咱做来完成这个代志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状元堂草地状元牛樟芝，欢迎马冰球。尊尊心火龙。饮过目睭底，你是我最爱的彼一个。我付出真情，得不到你爱我一世。你变成愈来愈远水中花。心难话，共度的痴情的恋花，天边的月亮正替阮找，找阮香气的美丽，予阮。